你先启动，你先，我跟你说，你先启动啊，你先拍一下外观，然后先拍一下外观，等你外观先拍一下，然后再拍那个风的那个特写，然后进料的特写，出料的特写，就这几个点可以放了。放呗。一路拍下去，来再拍，这么大好，对不对？今天干了。哪个是保存呢？哪个是保存？特别去的不就自己保存的吗？对，关了关了关了。